历史已经风尘，故事依然流传。走进洞天府地，龙虎山曾经的古越人聚居之地，但见碧水丹山秀其内，道教文化美其中，丰富的人文与奇绝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，使龙虎山煌煌荣耀更加璀璨夺目。尤其是随着龙虎山202座悬棺群抖落尘封千年的黄土，走入世人的视野，使雨空变得茫然焦里，与宇宙显得幽深玄迷。专家考证认为，龙虎山的崖木悬棺群距今有2600余年的历史，是古越人所葬。龙虎山崖木下灵深渊，地处绝壁，那么古越人是如何将棺木放入洞内？崖墓里葬的又是什么身份的人？古越人为何采用绝壁洞穴墓葬？重重悬疑背后到底隐藏着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形态？如今龙虎山悬棺的千古之谜，已令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为他号手穷经，欲解其谜，今天蔡蔡子带大家欣赏一下由美国解密的悬棺之谜表演。